大家早安，今天我想要教你们 Cobra 早餐。这个是一个高蛋白松饼，其实这个不一定要当你的早餐，午餐也可以随便你。今天学一下高蛋白松饼。这个非常简单，你需要高蛋白AP Nutrition 的打折代号就是 Cobra， 还有麦片，再来是香蕉、蛋，最后牛奶或者豆浆都可以。料你一个一个拿出来，掉进去你的果汁机，那么简单。然后那个顺序也一点都不重要，随便你，放进去就打打打就可以。你直接倒进去一个盘子加热，它会慢慢变硬一点。如果你要薄一点，你可以加两颗蛋，但是一颗其实蛮够，所以看你。你们看得到那些小小的气球吗？你要等它们开始泡掉，你就可以反过来做另外一边。第一个做完了，每边都差不多三十几分钟，没有那么久。你放太久的话，它会烧掉。还有一个重点，你那个盘子不要太热。你看，我们没有加那么多。Smell really nice. You can make them like crepes, you know.好美，做好了。所以这个是高纤维高蛋白的松饼，如果你们不喜欢或者觉得那个口感不适合你，你可以自己调整那个 recipe 给自己的口味， OK 吗？所以不要问我哦，多加这个可以吗，少加这个可以吗，这个都是看你，我给你们看一个概论而已。然后加的酱也是自己决定，你可以不加，加随便你。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有帮助一定要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。哇，非常赞。